مظبوط.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很好，这个大马哥哥我记得超烂的，啊，这个活该传奇，刚刚那对面输三把，还两把忘记了。长音是怎样？完蛋喽！空翼选三井寿，漂亮！太漂亮了，是队友的宣教。我要助攻！你妈了！这阵容怎么拿助攻？哦，这个大马哥哥我记得，超烂的。一个长音跟一个长谷川，跟我说还要助攻，助你妈！后卫，哈哈，靠塞敌人白痴，地球就没防。嗯，那怎么地球会拆那个路的？是不是在搞？是不是在搞对面的防守？怎么回事？他第一球顶就进是怎样？球有烂的。傻小，可是图被主播搞到队友了，在哭。下去！对面也太烂了吧！任せてくれ。哎，他没有哼到哎。顶起来，顶起来！哈哈哈！我的海南的这个荧幕有那个支柱哎，还在顶，顶进来。手烂，还顶得住吗？对面张海不投降吗？哦，
哎嘿，哎干没进。哎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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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三井真是来搞的。22-8，下去，有啊，哈哈，对面到底想怎样？对面是不是在搞啊？哎，我章没盖到哎，系统不给的球。捡球，下去！手烂手烂！マカスタでくる。哦、我好像是不是只能那个啊？下去！我感觉长武山好像只能有一个大局，没办法到两个。里面还有加那个能量的大局技能，都不觉得可以到两个。一直顶，一直顶，一直顶。那我拿这么多主攻跟得分，还是做一个大局的机会。而场我们不可能带欢呼啊，太浪费了。谢谢虐，武川特质怎么带？就跟原版长谷川一样，得看之前长谷川的影片，还没进阶的影片，没有换了。